我小辰光在江苏省新化市，我们小辰光那现在比较艰苦啊，老家嘛是农村，这里是城市，农村钞票难挣。各个开发嘛，农村的人各个往城里下来，到城里下来赚钱啊，我就来了。在老家真的解决几包我这个温饱问题，种田啊，我祖祖辈辈种田。我们那个老家过来爆米花的人多哎，谁是老乡？跟老乡也都过来的，怎么不发？把炉子生火啊，火油烟啊，油烟把米饭装进去，装进去，盖头盖好，盖头盖好，它是密封的，它是不透气的，真等于是真空的，等于现在去到国外过一样，密封的，都是火烧一定的温度，米里面有水分啊，有水分烧，怎么样？都是往里。到一定辰光，你打开呢，它碰到空气，它就膨胀了。膨胀之后就形成炒米糊啊。那现在我们说嘛，就是放一种叫汤浆啊，汤浆非常甜啊，放一点点，我包原味的嘛，吃起来没得味道，不好吃。放甜嘛，基本上一般人总是用5、6分钟时间，嘣一支响了。这个东西呢，它必须要流动，如果你固定在哪个地方，就没事。人家买一包回去要吃的好多天，好多天。如果你固定在这里，人家买一包了，你好长时间就没有吃的。甚至有的人他买回去吃了以后他说不定都不吃了。你牛东买这里人买那里人买，对不啦？牛东好啊，基本上好吃的东西总好包。如果生的，你把它搞烧，这个基本上总能搞烧。就是大米跟菱角还有玉米啊，这个是比较普遍。这个东西成本小啊，成本不大。买米嘛，就买最低档的米，全部东西是低档的东西。老早基本上是帮人家加工啊，我们没有不带材料出去包的。老早设计好，老早人家拿着那加工，要么不包，放在这里包，后面排的长排多长，加工。现在吃的人少了，没基本上出去加工，基本上一听这就是。一家人家的加工，基本上靠自家才能包买。那时候没这么多小区，小区它没有人，没有门卫，好到小区里面包。现在小区不好进嘞。那时候到小区里面，基本上人家拿材料来加工。那里头我只有5毛，现在10块，我不喜欢这个工人。我只不过都看着钞票，我必须要做这个。为什么要必须做这个？像我目前去打工啊。最多人家给你1000多块钱一个好的，但是我做这个嘛，我在家里做做玩玩，总能做4、5千块钱一个好的。现在上海你们也知道，上海现在样样贵，开销大不得了，对不啦？你们10几块钱一个好的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家里人多哎，开销大，你没有钞票，现在这个没有钞票怎么行啊？我老婆、姑娘、儿子，还有个老娘。这么多人，不干他们不干那个，干人家都哎呦好玩，还有挣钞票，真正的干那个就烦了，不要干了，这个东西嘛，我搞得还蛮，我闻那个气味。